朋友们，今天还吃鸡头啊！哎呀，这波吃完了，下一波又回来了啊！看看红烧大鸡头，这瞅着就有食欲啊！这大鸡头看看，哎呀，六个，今天这几个剩小的，不算那么太大了。太香了。哎呀，这一口真过瘾。我也不抢。那天我想买点鹅头的，一看30块钱一斤，还吃它吧。
这就是小的了，这就没啥意思了。它每个一袋里头都有几个是小的。管太小了，这个好，剩两碗骨头，换菜啊，咸菜，蘑菇辣椒酱，这是王菲今天做的豆角，还有一片，这是我做的那个烩酸菜，这碗太好了，这一盆呢，油光锃亮的，也看不到哈，这么地儿吧，再来个大白菜，从吃。这碗老香了，哎呀妈！这碗现在可以吃，可老好吃，老好吃了。吃这大发表，我最好整点酱缸咸菜，那吃以后解腻增香啊。